阳光露脸，雾气散去，合欢山上树木植物还覆盖着积雪，部分的双冰线也留在地上。小朋友蹲在地上玩得不亦乐乎，虽然已经没有在下雪，但依旧有大批民众抢着上山。吹风管制站前从清晨四点开始大排长龙。昨天下午临时决定的，相机跟防寒衣物都有带很多。保暖衣物、相机都准备好，七点一到开放上山，但却有人中途才装雪链，也出现拥塞的情况。排到下面，一直到清晨到延伸到快到清境。寒流持续发威，除了雪景，也为鱼池、鹿谷、信义带来绝美的云海。一层层的云海呈现波浪状，像是浪花把山头包围，云雾缭绕的壮丽美景如梦似幻，非常美丽。日月潭气象站表示，低温加上水汽的双重影响，山区容易出现云海美景，但要上山欣赏绝美景致的同时，也提醒民众要注意保暖。记者南投综合报道。